蔡姓嫌犯因为昨天晚上跟他儿子有口角，那一时气愤啊，就在4点多的时候持刀去把睡梦中的儿子吵醒，然后发生争吵。争吵之后，那个孙子跟太太都出来劝架，那就发生这个一时气愤啊，就划伤了儿子还有太太跟孙子3个人。